天站在高楼上，看着地上的小蚂蚁，他们的头很大，他们的腿很细，他们拿着苹果手机，他们穿着耐克阿迪，上班就要迟到，他们很着急。我那可怜的地铺车，很久没爬山也没过河，他在这个城市里活得很压抑，虽然他什么都没说，但我知道他很难过，我悄悄地许下愿望，带他去蒙古国，慌慌张张匆匆忙忙，为何生活总是这样，烦恼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，不卑不亢，不慌不忙，也许生活应该这样，烦恼说六十岁后再次寻找我想要的自由。点点关注我，点点关注我，点点啊！我的 QQ ID 和那个不要无字啊，看有个朋友在这儿，点关注加入我的，我啊这加好友。一年一年飞逝而去，还是那么一点小积蓄。我喜欢的好多东西还是买不起，生活总是麻木不断。到现在还没喜欢，都说现实他妈王八蛋，真好看。慌慌张张，匆匆忙忙，为何生活总是这样？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？不卑不亢，不慌不忙。生活应该这样，难道说六十岁后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？慌慌张张，匆匆忙忙。为何生活总是这样？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？不卑不亢，不慌不忙。也许生活应该这样。难道说六十岁之后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？这个不错啊，点点赞啊，点点赞啊，谢谢转发啊，点赞转发，谢谢。其实我也常对自己说，人要学会知足而常乐。可万事都一笑而过，还有什么意思呢？哎，生活写过吧啊。